京剧儿童舞蹈团是应香港广东黄城同乡会的邀请，在本月一号到香港九龙表演的，一共演出了42场。团长胡雅芬表示，演出的节目当中最受欢迎的有舞剧《白雪公主》、芭蕾舞《春之微笑》以及民族舞蹈《养家人家》。京剧儿童舞蹈团也曾参加了为残废儿童筹募基金的义演，而获得了天主教和保良局等单位的奖励。